随着某综艺节目的播出，陈小春儿子 Jasper 的乖巧可爱如同小天使一样击中了观众的内心，一时间圈粉无数，配合陈小春的严父形象带动了多个热门话题。近期有网友爆出一组小小春的萌照，照片中可爱的 Jasper 起初表情严肃，翘腿坐在椅子上，十分霸气，颇有山鸡哥的风范，可是被人调戏之后秒露甜甜微笑，萌翻众人。网友们看到后纷纷大呼，你是上天派来的小天使吗？